来低头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在这你复活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主来赞扬你的荣美。主，愿主今天是圣日，主让我们真是带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愿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。主啊，在我们在唱诗的时候，主巴不得这些歌词再次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这时候来专心仰望，主专心来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不完全，主啊，求你来光照，主让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。主巴不得这时候主你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的身上，主让我们真是来亲近你。主啊，主你就赏赐我们，主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主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喜爱。主啊，愿你自己圣灵亲自来帮助。主啊，因为我们需要你，主你是我们的主，主你也是我们生命是丰富的主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要求你这时候主透过圣灵赦免我们，让我们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主打到你面前。主，愿你来祝福今天的讲道，主你来赐福，主借着牧师的口，主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主真的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扩散我们的境界，主这是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，还有在教会上的责任。愿你来赐福我们，愿你自己的恩典在这里主被称赞。主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下面我们来念我们今天的主，我们念主导文，我们一同开口，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下面我们还要来读一下最大的诫命。好，我们来也是同声一起来读，请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要最大的，其次也是相当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再读圣经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历代志上》四章九到十节。好，我们来翻开的话，圣经上面也有啊，我们一同来一起来读，很短，两节啊，来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不受患难，不受权，我就应与他所求的。愿主来赐福他的话语。我们下面就请今天李奇尧牧师来为我们来讲道，我们欢迎他。